小孩的啊，是大人的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干嘛你啊？是不是很冷啊？是啊，现在冬天了。现在他们都在家里多一点，外面点的特别多。放心吧，马上到了。行，你给我放那就行。我感冒了，主要不接触你。有药吧？有药，有药，有药。那祝您早日康复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注意一下啊，健康长好啊，谢谢，多穿点。天哪，烧到39.5了。老人、孩子、孕妇这个群体，如果说在晚上发生的话，很难买到，就是我们想到晚上来做这个事情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他是说的38.5一趟，谢谢谢谢，真是好人，挺暖心的，在这个时刻我感觉。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，就是随时可能会被感染。小区群里有人在求体温计，我就想到了自己之前有一盒体温计，就去找了一下，就想着给大家免费送，一直比较团结，互帮互助的。我是免费的，因为我家里我放着没用的。我是自己没喝的可连续的很多天。我们确实有点辛苦，确实有点压力，可能是也在高烧。我跟他们说我是医生，还能挺。女儿发烧了是吧？行，那我带你去问看看吧，好不好？小姐哈，那你看他小孩发烧，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，他没买到3.5折的票，能不能给他做3.5折的切酒？就是节日的意义。哎，哥哥回来了吧？这就是我妈，骑电瓶车，骑了16-7公里给我送来的，离妈妈远点好不好？不行，妈妈怕传染你。妈妈，你想吃啥？我给你给。想有这股力量在，一定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日子。